1, 2, 3，忘记了姓名的，请跟我来。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，请跟我来。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Y世代？ 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不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，放松。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着 old school show y'all ready to roll。 70的年代，不过我最 high，new school 变得从来不跟谁 goodbye。只有放，在那酷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有包扎头在往里卷风，左摇摆，上下一直神功。Hip hop 天生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。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 80年代要喊什么 ？B boys, B girls, let's make some noise。 裤子紧身，秀出你的身材，有人露出惊讶，千万不要惊讶，嘻哈正在发芽，别帮他假牙。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't no stopping， 跟我一起唱，快乐崇拜，快乐舞拍，虽然快乐像个病毒，病毒会传染。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，Party 电子音乐疯狂玩整夜。Hip hop for life， that's right，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's up，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，扬起你的嘴角，跟我快乐崇拜。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 时代，现在这个冲动时代，虽然少了时间，千万不要倦怠。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有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 ？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唱着快乐的秀。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 像快乐中。